请问你们是谁？你们是谁？关关小哥。好，你们说要表演什么给莎琳姐姐看？萤火虫。他们好厉害啊！好，准备喽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还有音乐哦。我们得知道。那我来好了。好，那你们知道这首舞是谁编的吗？泡芙姐姐。太厉害了！再说一次，你说是谁？泡芙姐姐。哦，好，那准备要跳舞给我看喽。哇，全部都跳。咚。揉揉眼睛，好像是自己正在做着美梦。你们都会唱吗？正绽放绚丽烟火，奶奶说这是萤火虫，爷爷说这是大声一点，对对对对对。的小灯笼，预备开始，萤火虫，萤火虫，小屁股扭扭，萤火虫。小灯笼，萤火虫，小屁股扭扭，萤火虫。